邓亚萍作为我国国乒队昔日的一名队员，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期间可以说引领了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之中，他曾经拿过四枚奥运会的金牌，仅仅是世界冠军便多达18次。这样的战绩已经比一些国家的历史总夺冠次数还要更多。因此，邓亚萍也被中国内外的媒体们尊称为乒坛女皇。尽管她已经退役，离开国家队许多年，但每当作为嘉宾来解说比赛，并对球员们的状态进行分析时，都令人感到幸福。特别是他言简意赅的形容方式，让球迷们感受到他的专业度之高，从而更透彻地理解乒乓球比赛。东京奥运会已经过去许久，我国国乒队的新老交替也成为了这段时间内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对于即将在11月开赛的休斯顿世乒赛，国乒会派遣怎样的阵容进行出征，是否还会继续沿用以老带新的方式参加，以及国家队是凭借怎样的标准来选定队员呢？对此，邓亚萍对球迷们的疑惑进行了一番解答。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乒乓球国家队在选将的时候，常常会使用一个基本公式来评判队员们的实力。这个公式令实力等于技术分数与心理分数的乘积，被写作实力等于技力心力。顾名思义，技力所指的便是队员们的乒乓球技战术水平高低，而心力则是他们在面对对手的心理素质，不仅仅包括胜不骄败不馁的心理，还包括信心与稳定程度等各个方面。邓亚萍也提到，其实在这两种力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便是心力。比如邓亚萍在自己运动生涯进行期间，最令他感到痛苦的并非是奥运会以及世乒赛一类的国际大赛，而是在参加国家队的训练时，因为当时与他进行对打的球员们无一不是技战术杰出与基本功扎实的队员，并且在训练的比赛中，他们也没有一丝丝的压力，因此才能够打得极其从容淡定。但这些对打的人却很少能登上世界赛场，这便是由于心力较差的原因。当这些人进入世界赛场时，会因为受到万众瞩目而感到无所适从，根本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实力。邓亚萍也坦然说出，自己与这些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具有敢打敢拼的心理，这样的心理能够让自己发挥出100%的实力。在最后，邓亚萍也说出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话语，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没有与生俱来的成功者或者失败者，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够被锻炼，心力也同样可以被一步步的塑造。在邓亚萍的竞技之路上，他曾先后被省队与国家队所拒绝，原因则是由于自己的身高太矮，在面临欧洲球员时不占优势，但最后个子矮却成为了他的优势，因为每一个对方击打的球在他眼里都有了扣杀的可能性。因此，事在人为，只要足够努力，便能够让自己的缺点变成优势，